我们准备今天来去爬小坠路。今天是双十国庆的第一天连假，然后我要跟着我的学长他们一起去爬山，走吧。Yo， 嗨，早安。这边还是这边过去，好好，谢谢。白色，塞了一个小时的车终于到了，值得。今天天气超棒，我是你教练。哇，这是人家点的。今天好热，外面就是那个刚刚的阴阳海啊。出发，我们今天要去小坠路。Jerry and Jackie， yeah， 现在是大概中午11点，跟着这个线条走应该就是了吧。那我们要绕一个圈，然后登上去。没有，我们目的在这里。有。好了。哦，有绑带子。哇，这路这么不明显。我听到。应该是。为什么？赤裸的，都没有食物吗？旁边都没有啊，都没有。等一下会到。Google 导游小姐。等一下会到古树遗址。好，那边有什么？是别人走。别人，了解了解。然后最后我们可能终点是在这里。好，没问题。对，好。看，他们全部都在下面。哎，好，我是最后一个，换我下去了。看起来很陡，哎，有点恐怖的感觉。好可怕。好陡。我们已经走多久了？2小时哦，1-2小时了，超漂亮。这边是什么？阴阳海那边吗？对啊，超美。哦，反正就是基隆海边。反正就是龟山岛，龟山岛吗？龟山岛在那吗？哦，基隆屿啊。哦，基隆屿。抱歉，帮我消音。我们现在要走到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小瀑布。我们已经走了2小时了，肚子超饿，来去那边吃泡面。多小心点，望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。这山道好屌啊！哇，你看超低了，站起来头都撞到了。快快快，手脏掉。我可以了。你们几个？四个。好，过来过来。刚那个实在太恐怖了。那就是瀑布吗？爬山就终于到这里，可以去玩水了。着装完毕 ，Go Go！小鬼瀑布超漂亮，拜拜，我们要走啦，东西收好，吃完午餐，现在要准备，哦，
还好我穿鞋子，穿牛仔，没事没事，吓死人。下山走了好久，也没有很久，应该比来还快吧。但是真的说真的没有很容易，我觉得它感觉比奇莱南华再稍微难一点点，因为它很多这种攀岩要爬墙的这些路线。那其实如果你手臂不够力，其实会蛮痛，尤其平常没什么拉，你看我现在拉的其实手也红红的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来爬小坠路啊，记得还是要准备一下手套，不然再爬这个就是有点恐怖。刚讲完，我们又到要拉绳索的地方，但这边的那个野溪小鬼瀑布真的好美。大把肉，那还好，那还好，那是玩。终于爬完了，还想说很简单的路线。下次不爬山了吗？下次还是要爬。还是要爬。台湾玉山。我一定要穿那个。拜拜。好啊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去爬小坠路的过程啊。喜欢的话记得按个喜欢，变得非常，这边可以订阅我，希望之后可以分享更多有关于爬山影片给你们。我是你的教练梁子睿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